大家早安，大家平安。我现在所披挂的这个东西是犹太教的祈祷披肩，希伯来文叫做 talit。 那它的特色，它的用法记载在圣经的热位记。热位记上面说，当你祈祷的时候，你要带着披肩，披肩上面要有四个穗头，就是这个球球的部分。那这个球球的部分，这个穗头不是服装上的必要，而是做一个提醒，提醒你要常常想起天主的圣言。这是热位记关于犹太教的祈祷披肩 talit。 你在新闻媒体影片上看到教宗会定期去跟犹太教的朋友聚会，参访罗马台伯河旁边的古老的会堂，会到圣地去朝圣。那去圣地朝圣参访罗马古老会堂的时候，他们犹太教的长老经师朋友们会带着 talit 祈祷披肩。那我们可以确定耶稣基督用过这样的 talit， 这样的祈祷披肩。马窦、马尔谷、路加福音都有记载，这个记载是个框架故事。有一天有人来找耶稣，会堂长雅伊洛找耶稣，我的女儿病了，你赶快来。后来耶稣去他家伺候他女儿，那中间穿插一个故事，人来人往，挤来挤去，我觉得哦傻，他有妇科的疾病，血肉症。所以为了培育性命啊，女生的身体会有这样的一个周期的出血。那这个有血肉病的这位欧萨，花了好多钱，找了好多医师都没有好。他看到耶稣来了，他想，只要我去摸他的衣服上面的穗头，有一部圣经是直接讲这个穗头就会崩，我的病一定会好。他就过去，他就摸了耶稣衣服上面的穗头，他的病就好了。耶稣说：“谁摸了我？”有一部圣经这样说。伯多禄说：“师父啊，那么多人挤来挤去，你怎么说谁摸了我？”那位妇人知道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奇迹不能够隐藏，他就承认了。耶稣说：“女儿，回去吧，你的信德治好了你。”所以这个是犹太教的版本，但是也是天主教的版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用的是马窦福音，是哥林多后书，四个求救的保温都有圣经的经文。所以热位记记载的这个故事，三部福音也记载了耶稣透过塔利特而治好了一位妇女的病。问一个问题：耶稣治病还是祈祷披肩治病？那当然是耶稣治病了。那耶稣治病跟你的病好了有什么共同的地方？因为你相信耶稣会治病，所以在这里特别为健康、为平安、为所有的病人健康平安而祈祷。为大家介绍犹太宗教的塔利特，今天看得到，今天买得到，今天我们可以确认耶稣基督真的用过犹太教的祈祷。感谢天主，谢谢大家。